演员？啊啊，是这样的，像你这样的歌手啊，要的就是多出镜，演电视剧就是为了混脸熟啊。好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啊。你以前做过歌手吗？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把握住。不行，我一看到镜头我就紧张。秀妍，你紧张什么啊？嗯，唱成这样，这感觉就差不多了。啊，真的啊，老师啊，谢谢你啊，其实真的是你把我教好的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以后再唱这首歌，再投入一些就更好了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哎，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天天在家吃鸡蛋，而且对我的喉咙很好。哎，哎，这种秘方可以教给你的学生，挺管用的。啊，先休息一会儿啊，休息一会儿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也累了，老师谢谢你啊。你慢走，慢走了啊。秀妍，你今天终于找到感觉了。秀妍，你真是太棒了。嗯。喂。哎。是，我是安秀妍的经纪人江浩然先生。嗯。你过一分钟后打电话吧。最近安秀妍的档期排得很满。好，拜。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有人要找你演电视剧，你要做演员了。演员？啊啊，是这样的，像你这样的歌手啊，要的就是多出镜，演电视剧就是为了混脸熟啊。好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啊。你以前做过歌手吗？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把握住。不行，我一看到镜头我就紧张。秀妍，你紧张什么啊？安秀妍同志，我现在是你经纪人，你现在所有的活动必须听我的。再说了，这个事儿我已经答应别人了，你必须得去。什么答应啊？我刚刚明明还听到你还没有。你看又来电话了。喂，嗯嗯，啊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那行，后天通知我们吧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嗯啊，哎，秀妍，来加油，哎，秀妍。哎哎哎，加油加油，你要做演员了。我也来。这就是摄影机，明天这场戏是挑战啊，你要记住中心思想，怎么去打，怎么去做。现在我们演一次啊，预备开始。耶耶耶耶耶。哎，秀妍，不是拍照，演戏，挑战。我不知不觉就这样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一定要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可还我钱呢？你还我钱呢？哎，下一句台词是什么？啊，如果不还钱的话，我就。哦，如果不还钱的话，我就。你要还我钱呢？还我钱呢？如果你不还我钱的话，我就。哎哎哎，秀妍，你别救了，我的天哪！浩然，哎哎，是这么演戏吗？这？对，秀妍，你这感觉不对呀，啊，对吗？你这不是在讨债，你要找到讨债时的心情啊！你想，你平时我欠你钱的时候，你那种狠劲儿，你要用心去体验讨债的那种心情。我知道，我平常就，啊，还是你演一次给我看吧。我你演一次，我演一次。啊，好，来，你站着，你看着，看着，看着，你知道吗？平时如果说他欠我钱的话，啊，你看着，如果你不还我钱的话，我就，我就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，还是不对的，因为你们是爷们儿啊，这样子讨债是可以的。你们是男人，我是女人呐。啊。哎呀，男人耍狠，女人耍泼嘛。对啊，来，我再演一次女人给你看啊，你看着，看着。预备，开始。
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还我钱的话，我就……你还我钱！我懂了，我懂了，钱！还我钱！可以耍泼，耍泼对吗？耍泼吗？行，对呀，知道了，耍泼。你就当我欠你的钱真的还不上了，那感觉？对对对对，在金德上可以这样做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别着急嘛，陶醉的情绪。好，来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还我钱！你还我钱！还我钱吗？你还我钱！你这个坏人！预备，开始。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呀？刚才导演说了，拍完这个镜头就是你了。你六小时以前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停，你那个词儿错了，再来一次啊。导演，您累了吧？来帮你按摩按摩啊。哎，那小子是不是挺没来事儿的啊？导演，我先过去啊。好好。太慢了，这个导演拍东西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戏，一个镜头能抠半天。不过他的戏呢倒没赔过，看来李总还真有两下子，能争取到这个角色还真的挺不容易的。不是，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拍到？你去问问。刚才我问过了，导演让你们等啊。我们都等了6个小时了，我都等饿了，可不可以给我们拿份盒饭啊？要不我再帮你们过去问一下子好吗？哎，去去，赶紧去。等等啊。做演员真的挺辛苦的。你是不是头发痒了？怎么样？又不拍，你先摘下来吧。哎呀，这一个镜头也不知道要拍到什么时候。哎呦，哎，豆豆，包叔叔现在急着上厕所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。知道了。你别乱跑啊。哎呦，小朋友你好，你叫豆豆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跟你妈妈认识啊。我大名叫阿姨，我小名叫豆豆。叔叔好。你好，小朋友真乖，来坐。对了，豆豆，叔叔听说你的病很严重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不过我倒觉得没什么事儿的，就是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儿，吃了东西老吐。啊，豆豆，刚才那个人是你爸爸吗？不是，那是包叔叔借我们房子住。那个江浩然是你爸爸吗？不是，他是我妈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他说现在是我妈的经纪人。哎，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他在这儿，我打开给你看。豆豆姐，不许和陌生人说话。可是姐，别说了。你快还我钱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停！你看他眼睛演戏，你跟他交流啊？大腕啊，刘家华呀，我真的好紧张啊！哎，华哥，你是我偶像啊，我一看到你我就好紧张啊！你可不可以不要看着我，你看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就能够发挥的。看什么看？你们在演戏，你不看他，你看谁啊？你还让他看那边？哎，导演，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吧，来来，准备啊，预备，开始。你
否则我一定。导演，他笑场了，停！笑什么笑啊你？别笑了，秀妍，你笑什么呀？你有心一点，认真一点。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逼再狠一点，你可以掐他吗？我可以掐吗？掐他吗？啊，对对，好，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导演，再来一次。我等一下会掐你的啊。好好，再来一次啊，认真点啊。好了，准备了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一定要还我钱！你还真掐呀你、哎！对不起，华哥，我都痛你。停！换人，换人！导演，不要换人啊！我刚刚是我不是我刚才掐到华哥了，我这怕他生气，我真不是有心的。你要用心一点、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都害怕。拍跳楼那场戏，演过戏的吗？替身演员还没来啊？没来？怎么回事？早说了让你们找替身，怎么现在还没有找到啊？把制片部门的人给我找来。啊，好，哎，不用了。对，小伙子，我来，你行吗？我行，我练过，没事，没问题。真跳的啊？我知道真跳，导演。我为了秀妍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说是跳楼，跳海我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行，那你来吧。他跳啊？他跳，还有跳楼的戏。来，服装给他换衣服。大家去准备吧。大家跟着转场啊，转场转场。来，在哪拍导演？那边跳楼啊。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来，没到时间，来拍戏了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导演，我好了，好，挺好。来，就这样了啊，来吧。哎，不要了，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明星，你也不必跳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还可以。秀妍，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你经纪人，这个机会我一定帮你争取回来。我马上回来，你等着我。不必了。你等着我。哎，真的很高啊，浩然。啊？真的很高的。是很高。秀妍，如果我有什么事，明天在医院的话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啊？哎，加油。哎，别打镜头啊！